各位同学，我们来继续上这个知识向量集。好，哎、欸，奇怪，这个怎么会是这一课嘞？搞错了，没关系。永恩，你是不是上节课没有上课啊？老师，我刚没有开。啊，你没有开吗？是我点错了吗？好，没关系。那我们继续来。这个啊，反正就是我们今天要教这个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继续再把它变形。好，我们再复习一下上节课我们教了什么东西。上节课我们教了一个使用，就是我们把两群这个 sample 把它分开。以往我们都画一个方程式，后来我们发现，我们其实可以用 support vector 来做这件事情。support vector 就是那些在线旁边的点嘛，这样子大家可以了解，并且我们把它转换成了一个对偶问题。然后转换成这个对偶问题啊，花了很大力气转换对偶问题。像本来的求解方程式是这个，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那这个跟这个的好处是什么？哦，我们讲的其实不清不楚的，只知道直接使用下面这个对偶问题求解的话，有一些上面不能解的问题好像就解开了。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然后我们上个礼拜的最后教大家用了套件，然后你发现用套件的时候有个参数叫 cost， 那这个 cost 啊，这个 cost 我们那个时候设，我那个时候我都设100,000，然后我没有讲清楚这是什么东西。好，所以说今天我就要来把我们今天的这个编知识向量机推广成软边界知识向量机。好，什么叫软边界知识向量机呢？就是我们之前知道一件事情，所有的点它都不能违反这个条件，所有点都必须满足这个条件。那如果说有一些点不满足这个条件，方程式就会无解。大家怎么笑那么开心？看到一些陌生面孔，好好，没关系啦。你等一下，我们在下课的时候帮开大家开账号，好不好？好，那陌生面孔继续陌生好了。好，那这个我们现在这个希望有一些点它要违反，但是当然我们不能让每个点都违反啊。那每个点都违反，那我们不是随便画一条线就好了吗？对，对啊，这个可以了解嘛。好，那我们要怎么设计这个条件呢？大家看一下哦，我们希望每一个点都可以大于一减掉，这个怎么念我也搞不清楚啊。这个有没有人知道这个怎么念啊？这个叫 cos， 你不要乱念通好不好？这个是什么 ？xon， 好像是这个字哦，好像是。xon 加分。xon， 好啊。加分。那你自己报学号给助教好不好？好，这个好像叫 a 什么 xon 对不对 ？xon 好，对。好，那这个一减掉这个 xon， 那个 xon 啊，这个数字啊，这个数字现在是一个未知数哦，每一个点都可以有自己一个这个数字，每一个点都可以有自己这个数字哦。那理想上，这个点如果说满足这个方程式，如果它满足这个方程式，这个数字当然就是最好就是零吧，这样大家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最好就是零。因为这样子的话，它就相当于没有这一项嘛，没有这一项就是满足原来的方程式。我上节课有讲了，满足原来的方程式意思就是它在虚线的外面或者在虚线上。你现在不知道虚线是什么，没有关系啦。好，那这个那有你加上这一项之后，就代表它不满足那个虚线分割嘛。不满足那个实线跟虚线的分割，所以说，可是我又不希望这个数字太大，那怎么办？我就要把它加到我的优化式里面。我希望最小化这个惩罚项啊，这个惩罚项就是代表有东西不违反，有东西违反了我那条那个实线跟虚线的分割线嘛，对不对？那我希望这个惩罚项不要太大，不要太大，所以我要最小化它，所以这个可以接受吧。所以我要把这个参数放上来。好，可是我把这个参数放上来之后，到底我优化目标要以它为主还是以它为主？
这个时候我就需要一个额外的参数 c 去控制它，所以 cost 是讲这个，是这个 c， cost 是这个。这个 cost 的意思是，我每违反一个 sample， 违反的意思是说，我的分割边界没有办法完美的分割它，我每违反一个 sample， 我就要付出多少代价，这才是 c， 这才是 cost， 这样可以。好，那所以我们把原来的式子改写成这个样子之后，我们就要接着求它的队友问题。我们如果不求它的队友问题的话，我们这一题是没有办法解的。好，我们来看一下要怎么求队友问题啊。好，所以我们一样，原来的式子是长这样子，一样，我们要先把两式合并。两式合并怎么合并呢？把这边移项，这边先移项，移项完了之后变成一减掉 x 乘，再减掉 y 乘以 wx， 再加 b， 所以它变成了这一大项。好，这个大家可以了解，这一项它必然是小于等于零，这一大项必然小于等于零，因为你移项之后，左边就是零大于等于这一大项，对不对？所以这一大项必然小于等于零。然后接着你让这一大项前面加了一个拉格朗日乘数。这个拉格朗日乘数它有个限制，一定是大于零，大于等于零。好，那如果这里小于等于零的时候，因为我到时候要求整个式子的最大化，我到时候要求整个式的最大化，所以这里一旦小于等于零的时候，这里一旦小于零的时候，我的阿尔法就一定要是零。这里一旦等于零的时候，我的阿尔法就可以大于零。所以大于阿尔法大于零那些点就是知识向量嘛，对不对？知识向量就是满足这个条件，满足这个条件代表是它刚好就在线的那个就是虚线上面，我就要用它来画线嘛，对不对？好，但是我们这边多了一个条件啊，多了一个条件是这个东西它一定要大于等于零，它一定要大于等于零，它为什么不可以？它为什么不可以小于零呢？它如果可以小于零的话，我是不是这个数字就可以有很多？就是我是不是就可以给他一个，就来说，负一百好了。然后假设我有个点，它刚好就在负一百上，负一百的意思是负刚好就在一减掉负一百，就一百零一上。一百零一的意思是不是它离那个实线非常非常远？它离那个实线非常远嘛，对不对？虚线是等于一嘛，一百零一就代表它离那个实线非常远。它离那个实线非常远的时候，它就没有意义了，因为我只要那些在虚线上的点啊。所以说这个数值如果小于零的话，你就会鼓励知识向量去找到那些已经远离虚线的点。它大于很多不重要啊，你这是好了，我们照顾一下那些生面孔嘛，对不对？虽然你嘲笑别人生面孔，但是你少上了一节课嘛，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我觉得这节课刚好跟上节课高度相关啊。今天我们要分割这四个点，这个点有没有它其实不重要，对不对？这个点就是离虚线很远，所以这个点我在优化的时候，我其实不应该考虑这个点。那我这三个点我画出来的线也是这个样子，那我这四个点画出来的线也是这样子，所以说我现在只有在虚线上的点才是我要考虑的。所以我为了要让它更强调在虚线上的点，我要额外给他一个条件，就是这个数字要大于等于零。好，那我这个数字要大于等于零，一样我可以把它移项，移项完了之后它变成负的这个 x 乘，然后一样再给他一个拉格朗日乘数贝塔，然后所以整个式子变成这个样子，整个方程式变成了这个样子。现在里面有五个参数，你现在一下子直接看这个参数当然是非常困难啊，因为你当然是看不懂，因为上个礼拜只有三个参数啊，对不对？这个礼拜现在一下子变五个参数，多了一大项啊。好，那我们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了以后，我们的新的式子里面有两个条件，因为有两个拉格朗日乘数。好，一样我们要先取这个的最大值，先取这个最大值，然后再找到 WB 跟这个 X 总，让整个东西最小化。好，这个操作跟我们上节课做法完全一样，然后我们可以调换求解顺序，我们可以调换求解顺序，这个跟我们上节课讲一模一样。我们调换 max 跟 min， 它求出来的解会完全一样，我们上节课讲过。好，
我觉得要完全讲出为什么三节课这个样子，这样没有意义。我现在就问，这个只有三节课有上的人才有可能回答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加三分，调换有什么好处？调换有什么好处？三节课我讲了半天，我调换了之后就做了一件事啊。调换有什么好处？没有人，没有人上节课有在听的。我上次调换了以后，我做了一件事情。好，你讲。有没有要挑战一下的？还是研究生？研究生上课比较认真，来。有人。调换顺序有什么好处？为什么要解这个式子？为什么要解这个式子？不要解这个式子，方便在哪？比较方便，方便在哪？啊？确实比较方便。好啊，也比较方便。我有讲方便，比较方便加一分，好不好？但是怎么样的方便法，可不可以讲出来具体？就是把那些参数都化简的。啊？把少参数。啊？怎么化简？好，对，的确是要化简参数。一项化简。一项化简，但当然不是用一项啊，对不对？上节课我下一页要做什么？微分。真的是要微分，真的是要微分。可是你上节课没有来啊，我怎么会知道下一节课要微分？好，那你们加三分好不好？为什么上节课有来的人讲不出等一下微分呢？然后为什么你们会知道等一下微分呢？没有，那个心有灵犀对。啊，研究生都没有人记得下一页要微分了。为什么？因为他要求最小值。对，那求最大值就不能微分了。求最大值可以啊，但他先求微分求几值，对吧？不一定最大值。所以这样不能微分。这样比较好求吧。好，我现在要讲一下为什么这两个，一个可以微分，一个不能微分。条件吧。好，没关系，我来讲好了，你就不要再乱猜了。是微分没有错，而且要这样子才可以微分，这样子不能微分。不能微分的有一个条件是，你们在求极值的时候，你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那个求极值的方程式不能有限制，你不能限制说它的阿尔法跟贝塔大于零。你这样子的话，你去求微分没有意义。你在求极值的时候，你从来没有遇过。你在求极值的时候，后面还带一个条件嘛，对不对？我就是这样。你刚刚没有这，你刚刚没有讲，就这同学没办法买你的账啊。刚刚就说下面没有条件，我刚刚就说这下面没有条件，老师我刚买。好了，我这个听不下去，好不好？你讲出微分，我已经很感动了，可以吗？那现在 WB 跟这个 X 总都没有条件的状况下，我才能微分。好，那接着我要微分啊。微分，首先第一步就是把它全部展开，展开完全展开的式长这样，就是我把这边全部都乘进去了，完全展开的式长这样子。然后接着，如果这个东西它存在极值的话，而且我是要对三个参数求极值，对不对？所以我一定就是对这三个参数分别求偏微分，这样可以吧？然后偏微分的导函数要等于零，等于零的地方代表什么？来，我们来讲一下为什么等于零的地方要极值，这个加一分好了。为什么微分之后等于零的地方要极值？谁等于我不知道，就是那个。好，下一个，好了，下一个讲。斜率等于零的地方，为什么斜率等于零的地方有几值？是几值啊？我讲一下。它什么叫不存在？在折线。什么叫折线是不存在？好了，去领你的加分了，我不想听了，好不好？就是。意识到了，就是，
好了好了，就是这个样子。导函，所以我们现在这三个式子一定要满足嘛，对不对？你斜线斜率等于零的时候，就代表它不会再往上或不会再往下了，所以说它就是极值嘛。所以既然我要求的是这个式子的最小值，我要求的是这个式子的最小值，这下面三个式子必然会满足，那我就可以对这个式子求 b 的微分，这一项是不是可以消掉？这一项可以消掉，这一项全部会只留下它，可以吧？然后 b 去掉，负 sigma 负 alpha y 留下，这一项消掉，所以剩下是不是负 sigma alpha y 等于零？这一整项给我们的关系式是这一个方关系式，这个关系式很重要，这个关系式可以帮助我们等一下去化解我们其他的式子。接下来第二个关系式是 w， 求 w 微分，这边 w 留下，二分之一化掉，因为两倍下来嘛，变 w 减掉这个丢掉，这边只剩下它 w 丢掉 alpha y x 这边丢掉 w 减掉 sigma alpha y x 等于零。这是第二个我们得到的关系式。第三个我们得到的关系式是这个留下 c， 这边留下 alpha， 这边有个 alpha 嘛，这边留下 b， 所以 c 减 alpha 减 beta 等于零。这个是我们得到的新的关系，三个关系式。微分的好处就是这样子，我们得到了三个关系式，这三个关系必然要满足，它才会有最小值。好，那我有了这三个关系式之后，我就可以拿来进行进一步的推导。这个可以进行移项嘛？这个负号可以直接丢掉。beta 等于 c 减 alpha。好，所以说我现在还需不需要求 beta 这个拉格朗的乘数？不需要，对不对？因为已经有 c 减 alpha 了嘛，对不对 ？c 是什么数 ？c 是 cost， 是我设置的数。所以大家注意一件事情哦，上个礼拜我把 c 设置的很大很大 ，c 设置的很大很大。代表是我尽可能不要让它违反，对不对？我尽可能不要让它违反。然后因为有这个关系式 ，c 如果设的很大很大，代表的是 alpha 是不是 ？alpha 如果 不重要 ，alpha 不是 alpha 很重要 ，alpha 非常重要。是如果 alpha 这个就会是说，如果 c 是一个，因为 alpha 数字差不多都零一那附近嘛，零到一那附近，所以你的 c 如果设一个超级大的数。这个 beta 是不是大部分大家都长一样？这样会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几个关系式很重要哦。好，那我们现在可以把我们刚刚的式再做一个关系，再做一个就是缩减。这是我们原来的刚刚那一大串关系式，我们把它全部拆开来以后，全部的 sigma 放进去，全部的 sigma 放进去，这边放进来，这边放进来，放进来，放进来，这个也放进来，然后这个继续往后放。总共变成这个样子。好，这样放完之后有什么好处呢？来，我们首先先把这一项、两项、三项合并。我来看一下 C 下来嘛，这个有它，然后再来 Alpha 啊，这一项、这一项、这一项跟最后项，把它捡起来放在这里，把它捡起来放在这里。那剩下先往后丢，先不要管它。好，然后这一大项，刚刚是不是有说？这三个等于零，所以我这一项是不是可以直接丢了？可以接受吗？我这三项可以直接丢了。丢了以后呢，它是不是就长成这个样子？好，丢完以后，接着，刚刚 sigma alpha y 它也是零的，所以这一项是不是又可以丢了？这一项又可以丢了。好，你就只剩这个样子。只剩这样子以后 ，w 等于 sigma alpha y x， 所以，这是不是就 w？又缩减了。等一下，这两项是不是又可以合并了？负二分之一 w 加上 alpha。好，我们再把 w 展开回来，变成 alpha y x。所以变成 w 变成 alpha y x， 就 alpha alpha y y z z， 因为它平方嘛。好，变成这个样子。好，你们如果仔细听我刚刚讲的话，你会发现一件事：这个式子，如果上节课你有上的话，你会发现。这一根上节课，我们从这里开始推导。来，大家看一下，我们很快 run 是上节课的结果。我们上节课从这里开始推导，我们推导出了一个三个参数的自适向积方程式。我们做了同样的事情，调换顺序之后，调换顺序了以后，我们开始微分。
微分完了以后，我们最后得到的式子居然完全一样。这个式子跟这个式子居然长得完全一样，可是我们从不同的地方开始推导起来。你这样懂我意思吗？为什么？因为这两个式子真的就是完全一样。所以说上节课我不确定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我上节课直接用这个方程式，我直接用这个方程式上面这个问题解这个问题的时候，它是无解。上节课我示范过这件事吗？有。你上节课是不是没有来吗？那我上节课把式子换成这个样子了以后，我把式子换成这个样子了以后，我这样同样的方式我去解，它居然就解出来了。它居然就解出来了。它居然就解出来了。但那个时候我们讲不出逻辑嘛，对不对？原来硬边界的对知识现象机的对偶问题和软边界知识现象机的对偶问题完全一样，所以可以了解这个问，了解我们到底为什么要换成对偶问题了吗？好，硬边界和软边界，硬边界就是所有的点都要满足，都要被那条线完美分割。软边界是可以有 可以有东西可以违反，但算出来完全一样。好，算出来完全一样。图长完全一样，因为软边界不好求导啊，不好推导啊。我刚一上来我就要给你五个参数的求解嘛。它算出来一样，就代表说硬边界比较好算，但是软边界可以算的。软边界显然是我应该说，我上课是有顺序的嘛。我一开始先跟大家讲说，你必须找一条硬边界，然后它必须满足什么条件。那我一上来就跟你们讲软边界，然后跟你们开始求对偶问题。那你们当然会，你们最后求出来的答案是一样的啊。但是问题是，这个数学难度就会高很多嘛？还是你觉得你对下明年的学弟，你认为上节课应该砍掉，明年的学弟可以从这节课开始？我觉得软边界就好。你觉得学软边界就可以了？加分，加分。这跟加分屁事啊！我帮他们设计课程，帮他设计个机构意见。好好，那我们继续好了。好。可是多了，可是我跟你讲，软边界跟硬边界还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不一样的地方在这里，多了，这是软边界的条件，仔细看，这是软边界的条件，这是硬边界的条件，这是硬边界的条件，这里是一样的，对不对？因为这是刚刚微分求导求出来的式子，这里改成了这个样子，它不能超过 c。如果你把这个条件也放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如果这个 C 设计的很大很大很大的时候，假如说是100万，那有没有这个条件是不是没差？那既然有这个条件没有差的话，是不是这两个式子就完全一样？一样，这两个式子就完全一样啦。所以说为什么上节课我在用套件的时候，我 cost 设了一个超级大的数字，是因为套件其实做的是软边界的知识相像机。对，套件用的是软边界的知识相像机，因为你们也发现了，软边界的知识相像机它完全 cover 了硬边界的知识相像机，而且方程式完全一样。所以我如果想要用硬边界的知识相像机，其实我应该给个超级大的 c， 这样子。它就相当于等于是硬边界知识现象机了，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我现在接着我就要求解啦。我求解我这样的一个方程式，我要把它换成二次规划的标准求解方程式，那我就要把中间的 d 换成这个样子，把 b 就是我要求的那几个 alpha， 然后把这个方程式改成有总共有三个条件我要满足。第一个条件是 y1 y2 y3 y4 乘以 alpha 1 alpha 2 alpha 3 alpha 4 sigma 内积以后要等于零，所以第一格我需要改成这个样子，因为这边是 a 乘以 b 嘛，这里等于零。好，这样没有问题。接下来这里乘以这一串乘以它，是不是就 alpha 1？ 这一串乘以它 alpha 2， alpha 1跟 alpha 2 alpha 3 alpha 4 它都要大于零，大于等于零，这是第二个条件。第三个条件呢， alpha 必须小于等于 c， 所以 alpha 小于等于 c 是不是相当于
负的阿尔法要大于等于负 c， 阿尔法小于等于 c， 相当于负阿尔法大于等于负 c， 可以接受吗？好，所以第三个条件，这两个约束条件被我巧妙的换成了这个样子。好，当然同样的，当了 c 是一个超级大的数字的时候，后面这个条件有等于没有，这样可以了解吗？好，所以我们就可以求解啦。我们就可以求解啦。好，我们来求解一下。好，求解完了之后，你会发现我们求解出来的值，哎，就是这个样子。好，来，现在你多了一个 c 这个参数，对不对？你多了 c 这个参数 ，cost 这个参数嘛，对不对 ？cost， 我现在来问大家一个问题 ：cost 大跟 cost 小 ，cost 大是这个，就是我们尽量不能让它违反，对不对 ？cost 的小是我们可以允许它违反，对不对？好，所以我现在问一件事情：如果我现在一画出来，我现在一画出来现在这样子，如果我把 cost 改成0.00001，你们觉得线会跑成什么？线会长成什么样子？好，请讲，线会怎么跑？有几种方式，这样跑，或者是这样跑，或者是这样跑。就是它本来这样子嘛。然后它会往，我现在用手指好了，它这样，它本来这样子，你们觉得它会往这边跑，还是往这边跑？你觉得它会变直还是变这样？变横？变横的。为什么？为什么觉得会变横？扣子变小带来的效果是什么？比较。贝塔会被影响。刚没有，刚好前面讲扣子。贝塔被影响，减小。扣子变小的话，它会比较软，没有错了。然后代表它对误差的容许值很大嘛？对，对不对？所以你就觉得它误差的容许值变大，它是。这样子，这样转，就是、啊，你为什么觉得这样比较平缓，这样比较不平缓？就是，那个跟原本就是比较陡啊。我是用斜率，好，我们换个讲法好了。如果我们先看一下结果，好不好？哎、欸，结果无解啊，太斜，色太小了。哎、欸，我靠，跟你想的一样吗？不一样，那怎么办？一样，假装一样。没有，我就是这样想，先假装一样。你刚刚讲话不是这样啊？那我们现在设大一点。如果讲过差会变大，它不会跟原。好呀，而且我最后都不会变。我说它是整个。哎、欸，因为它画不出来啊。哎、欸，来一， 1, 好，一千不见了，一万才可以画。什么意思？好，这个反正这个方程式求解的过程中，那个二次规划，设零，好，我们试一下，零无解啊，所以你至少零点零二，就像刚刚那个样子啊，跟一比起来，那为什么越来越少？它变成可以容许误差，什么叫减少误差？它变成可以容许更多误差，啊？它那个红色点点跟蓝色，你说什么？这个不算更改它的灵敏度，你不能看着结果说话，你要思考它的问题。来，我们来想一下，如果今天你的 cost 很大很大的时候，当然你有一些点它就是违反那条线。他是要找边界，他想找边界没有错，可是重点是如果有满足那个边界的点，是不是就不算数了？所以这个惩罚只有对那些不满足边界的点算数。所以如果今天有三个点违反边界。跟五个点违反边界，如果今天两件事情要你权衡，一个是五个点违反边界，但是他们都只违反一点点，和三个点违反边界，但是他们违反的稍微多一点，你们觉得 cost 大比较偏向哪一个结果？三个点，对，答案没有如此，就是容许，就是因为你刚说的加快点，对，好。可以接受，好不好？虽然我觉得你在乱猜。没有，我在思考。我在好，你在思考吗？我是直接反射。好。我直接反射答案。大家注意一下哦，如果今天有五个，你如果 cost 设的很大很大的时候，
他会希望越少的点违反越好，不管他违反了多少，但他希望越少的点违反越好，因为每一个违反的他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不管他离那条线有多远。反正他想要分割红点跟蓝点，那红点跟蓝点是什么不重要。我再讲一次哦， cost 如果设得很大很大的时候，代表他不太希望任何点违反，对不对？所以他不会去考虑这个点到底离边界有多远，因为他只要一违反了，他就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所以他希望越少的点违反越好。如果 cost 设得很小很小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允许多一点点违反那个分违反曲线，不能违反太多。对啊，这个时候他就会倾向去平衡，不要违反太多，那就他就会考虑到线跟点的距离，他就会做一个分配。所以这条线比较少点违反它。你如果仔细算，你看蓝点有几个违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七个点，红点呢？十八、十九、二十二、一二、二三，二三个点违反，对不对？然后我们把它设成0.01。然后我们来仔细看，现在有几个点违反？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哎，怎么数出来怎么不一样？比较少，比较少。这个怎么会比较少？因为数字比较大。可能这个 sample 刚好是这样子啊。一万刚刚有差，一万会出来，它有按键，会比较少一点。哎，会比较多违反的，因为这边都分类错啦。哎，我讲错了，我们可能换一个 sample 好了，因为线性，等一下用非线性的时候会比较明显。等一下，我教大家非线性知识相机的时候，它可以画曲线的时候会更明显一点。就是现在我还只能画直线，所以说它可能还有其他。就是他在计算的时候还有其他，不是，因为他只能够用直线去分割，所以他还是非常受限。等一下他可以画曲线的时候，你就会看到那个非常明显的效果。那个 cost 设大设小的时候，cost 一设大，他就不想让任何点违反，即使那条线画的多么恶心都可以。就是那个他会画，你现在只能画直线，所以他设的不好。那如果刚好点在线上，不算，哎，对耶，所以其实哦，等一下，那我知道刚刚问题是什么，因为刚刚有虚线，因为我刚没有画出虚线嘛，就是那个边界线，它是违反那个虚线就算才算违反。它实线在上面。对，我抱歉，我现在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不是，我现在知道我的问题是什么，我要跟大家讲，就是不是这几个点就不违反，这几个点还是违反，因为它在虚线，因为它还有个虚线是。它所有的蓝色点必须在左边的虚，所有红色点必须在左边的虚线。我现在程式没有抄写，我现在没有办法把虚线画出来。那我在线上，虚线的线上。虚线的线上可以，但是它不能在，它必须满足这个样子，它必须所有的点都在虚线的，它必须点都在虚线的左边。蓝色点在这里也是违反，蓝色点在这里也是违反。对，蓝色有它的虚线，红色有它的虚线。好，所以我知道为什么我搞不清楚，因为我刚刚没有把虚线画出来。好，我下面其实有去画这个 cost 不同 cost 之下的分类边界。好，那所以练习一就是我要调整超参数。好，我刚刚在，因为它现在还是只能画直线，还不能画曲线，所以说你现在看起来那个效果还不会很明显。等一下我们到。它可以画曲线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它非常明显的 cost 对它影响有多么的明显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来给大家试验一下，就是如何调整超参数。那这个调整超参数，这个就是你先 load 你的 data 进来之后，分成 training validation test 之后，尝试一下给它不同的 cost， 因为这个 cost 是你可以调整的超参数嘛，它的分类边界不一样。分类边界不一样，在 validation data 跟 test data 上面的 performance 显然就有可能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请大家稍微试一下，把 data 读进来。好，那我们先暂停一下上课。好了，我看也没什么人想要练习，我们就来帮大家 run 次这个程式好了。我再给大家看一次哦，大家这一份资料，我们现在来下载。
这一份资料长得跟刚刚是不是很像？是不是非常像？所以我应该没有为难大家啦，唯一的差别就是这边被删掉了，这边被删掉了，对不对？然后这里总共有5000份，对不对？然后那里刚刚你们下载是50000份，就差别就在这里而已。好，然后接着就是要用这些东西来预测 LVD 嘛，对不对？所以这些语法你们完全是可以用的。答案读进来。把那个 Y 放出来，就是写出这个答案啊，对不对？你们一定是有同学会的啦，好不好？不然我再给大家多一点提示好了，没有关系啦，我再给大家多一点提示。如果你下学期要修这节课的话，下学期不是机器学习远传法，这边有医学人工智慧实作，对不对？好，第一课其实就在做一模一样的事情。然后这边有语法，但如果你连这都不会，我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好不好？用这里就教你怎么写出啦，然后上传。你看你拿到的时期是87分这种数字啊。所以用这个做拿到分吧。然后你可以再滑上去吗？我看一下。所以用这个做拿到分是87分。哦，你们知道对这个比较有兴趣？对啊，没有错。那我这样还要给你解释吗？就是那你现场贴给我看啊。我跟你讲，我把你们叫过来，我只想确定一件事情好了，你们不要连阿元要怎么打开都不知道。OK， 你们连怎么读档都不知道，那这样大家都很困难的。你懂我意思吗？都有语法可以贴了啊，然后你们不会，对，这样大家都很困难。我先跟大家讲，我以后教学历都来上大学。这样就反正你们如果你们反正我跟你讲啊，我把你们找过来哈，之前我就找过了。之前我就找过了，那基本上大家你们学到多少东西，我的要求就非常的 minimum， 就是你们有亲手操作过一次这个流程，就算你们不是真的非常懂每一行在干什么都可以，好不好？啊，但是有时候就是会有遇到，有人连阿元怎么打开都不知道，厉害了，这不负老师好意了。那这样就非常困难了，你知道吗？这样就非常困难了，嘿。没救了，对，你们也同意这样没救嘛？所以，我还会打开阿宇，那个直接点去。对，至少我还会打开阿宇。一学期还不知道教室在哪，我还会不知道教室。对啊，对啊，你讲没有错啊，就是有些人一学期都不知道教室在哪，那这样就非常困难。不知道是谁，还有我是汉堡，对，不知道是谁。好，那我们继续啊，好不好？来，汉堡包。哎，大家听一下，如果你想要拿比较高分，你要学会调参数哦。你不调参数的话，你是不可能拿到高分的。说有调参数跟没有调参数差距可以到3到5分，3到5分你可能会觉得你上课回答3个问题就好了，可是就有人比较害羞嘛，对不对？所以就没有办法。好，大家看一下怎么调参数啊，调参数就是你这样 run 我，哎，哦，我还没这个，来，我这边先 read， 然后把档案读进来。好，然后接着调参数，调参数就是我把这个结果，你看我这边就可以挑一个最好的 model 嘛，我最好的 model 一定就是这个参数，这个 AOC 最高的这个嘛。AOC 最高的还需要，这就是分数最高的嘛。那分数最高的我就拿这个 model 去 predict， 这样就是最佳结果了。因为我只有用2个 variable 去预测啊，我只有用心跳跟年龄啊，对不对？你可以再用更多参数，这样你的准确度就会更高，好不好？好，好，那我们要讲今天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啦，叫做核函数。我们的目前为止，我们的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们还是只能画直线，所以这东西不厉害，它要能够画虚线，它必须得是一个非线性分类器，它才会厉害嘛，对不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扩展到非线性分类呢？好，首先我们需要一个东西叫，我们要先要知道一件事，线性分割跟非线性分割最大的差别就是，我的方程式本来是 y 等于 beta 0加 beta 1 x 1加 beta 2 x 2，我现在再给它多几项，就是多
贝塔三 x 1平方，贝塔四 x 2平方，贝塔五 x 1 x 2，那这样是不是它就变非线性函数了？所以关键是我要增加，我要进行特征工程，我要根据本来的 x1 x2 增加一些 x1 跟 x2 组合出来的结果，这就是非线性函数最重要我要做的事情。好，那问题是之前已经讲过了，这样的做法没有效率，因为你不知道到底要扩增到多少维，不知道扩增多少，这个关联性才被你找到，这是唯一的困难。然后 support vector machine 我们之前最重要要讲到一点，就是我想要让特征工程扩增到无限多维，这到底数学上都做不到的啊，对不对？所以我现在需要利用一些小巧思来进行这件事情。好，那现在我就要教大家 kernel function。 好，所以我现在要先教大家一件事情，这个维度扩增这件事情，首先对我们对偶问题的求解完全没有影响，因为我们对偶问题的求解现在已经变成是求拉格朗的乘数了嘛，对不对？拉格朗的乘数是跟 sample 跑的，跟特征数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大家要知道哦。我特征数是有几个 w， 在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里面求的是 w 才是那个权重啊， w 才是权重。可是现在因为我求的是对偶问题，所以说其实我没有在求我的 w， 我求的是 alpha。 我求 alpha， alpha 大于0的地方是我有兴趣的东西。有没有人还记得 alpha 大于0是什么东西？上节课有上才会记得这些词啊。哎，请讲，讲非常好，加一分好不好？你要讲不讲得出来，那个点在虚线上那些点叫什么？叫什么名字？在虚线上的点叫什么名字？提示？有点难提示吧？这个很难提示哎、欸。提示不是有名字？提示那个字哦、喔。我不知道哎、欸、，S 吗？想不到了，好了，算了，不行啊。那个在虚线上的点就叫 support vector。对啊。对什么？你妈，你刚刚真的没有讲到哦。我不是说 S 点 ，S 点啊 ，support vector 啊 ，S 点啊。你这样子，你这个没办法接受，好不好？来 ，support vector 这个 algorithm 叫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嘛，因为它就是要来找 support vector 的一个 algorithm。好。好，所以我现在想要跟大家证明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做了一个手动的资料扩增，就是我本来只有 X1 跟 X2 嘛，对不对？这是我本来的东西，我想要把它扩增成，我现在要找个方式是 X1 X2 X1 平方 X1 X2 X2 X1 X2 平方，这是不是我做了一定程度的资料扩增？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吗？Z 矩阵跟 X 矩阵 ，Z 矩阵是 X 矩阵资料扩增之后的矩阵，这样可以接受吗？好，然后你仔细看一下我们前面的方程式哦。我们前面的方程式 ，Z 矩阵，这里是不是 YYXX？ 所以这边是不是有个 XX？ 所以这个 XX 就是我如果把它扩增成 Z， 它就是 ZZ 嘛，对不对？所以我只要证明一件事情，我只要证明 XX 它先乘起来之后， X 先内积之后做了某种操作，完全等于 Z 乘 Z， 这样子我就可以先把 X 内积完了之后再做某件事情，这样就相当于我做的这件事情等于我做的某一个资料扩增，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我要现在要证明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我再讲一次给大家听得更理解一点。今天我在求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结果的时候，我在找 support vector 的时候，其中我需要一个关键的矩阵是 XX 的内积矩阵。 X 的内积矩阵，我如果想要把 X 先做特征工程变成 Z 矩阵，那我要求的
结果就是 z 跟 z 的内积，这样可以了解吧？所以如果可以找到一个 function， 在 x 先内积完了之后 ，x 内积完的结果丢进那个 function， 出来的结果跟先做资料扩增变成 z 矩阵在 z 内积出来的结果完全相等，那这样那一个 function 就会很方便，因为我就不用先做资料扩增，我可以先做内积再做运算，这样听得懂我的意思吗？这个 function 叫 kernel function， 就叫核函数。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x 矩阵直接内积 ，x 矩阵直接内积出来的结果是多少？这个是 z 矩阵直接内积出来的结果，用 z 矩阵直接内积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个是这个结果是这个就是这个是资料扩增之后的结果。我们来看结果是多少，结果长这样，对不对？如果我们把 z 矩阵改成 x 矩阵，它显然答案不会是一样的，显然答案不会是一样的，所以我对这个矩阵求解跟对这个矩阵求解答案是不一样的，这个绝对是如此，对不对？好，所以我的关键是我有没有可能我也是这样算，但是我对这个矩阵做了一些操作之后得到的答案就是这个答案，这就是 kernel function， 这样听得懂吗？好，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哪个 kernel function 来看着哦。如果我们先把 x dot x dot 就是我把这个部分把它先拆出来，这个部分我先放成 x dot 了嘛，对不对？这就是 x 先内积完之后的结果。然后你仔细看哦，我 x dot 加上 x dot 的平方，我这样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不是全等于这个结果？所以 x 对 x dot 对内积完之后的 x 矩阵求自己加上自己的平方，这就是一个完这个核函数就是完全等于这一个 z 矩阵的特征公，对，完全等于它的内积，所以完全等于这一个资料扩特征工程的形态。所以我现在做特征工程的时候，我是不是就不用实际去扩增资料的维度，我只要设计一个核函数然后把它进行一个运算以后，就会完全等于一个资料特征的方法。这个函数是特别设计的，不是巧合。所以我之后是不是可以设计一个核函数，它相对于原来的特征工程是无限多维的特征工程。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我现在设计一个核函数，完全等于一个资料扩增的结果。特征工程的结果，所以我就可以设计一个无限多维的核函数，相当于原来无限多维的特征工程。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好，我们现在找这份答案，这一份点，它显然不能被线性分割，显然不能，对不对？可是这显然这个可以被一个圆来分割，对不对？所以它可以被一个二次式来分割，对不对？对。好，所以我来对它做先维度扩增再内积，和先内积再维度扩增运算，它结果应该会完全一样，这应该可以同意吧？可以。来，我们先维度扩增哦，这就是 z 矩阵嘛，对不对？我们先维度扩增了以后，我们再来做 z dot 的结果，我把 z dot 放在这里哦。我们得到拉格朗的乘数长成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得到拉格朗的乘数，它长成这个样子，这样可以吧？那如果我们先 x 内积完了之后，我们把它丢进核函数，后面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那我们得到的结果势必也会完全一样啊，这两个结果完全一样，这是同意的吧？所以说我再强调一次，我们本来要辛苦的先做特征工程再内积，我们现在变成可以先内积然后再找个核函数让它跟本来的特征工程完全一样，这样子我就先内积完了之后我再去修正它的核函数就可以了，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核函数要怎么找，等一下我们再教几个常见的核函数嘛。
好不好？我等一下再教核函数的特性。你现在只要知道一件事情，经过我们玩就是推导了两节一节半课之后，变成队友问题以后，本来要先做特征工程再求解，变成可以先内积再找核函数，所以核函数完全等于某一个特征工程的结果。然后现在我们刚刚介绍这个核函数 x dot 加上 x dot 的平方，它相当于二次式的扩展，二次式的资料扩增，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可不可以改成三次式？可以，但它相对应到的就是三次式的资料扩增，这样可以吗？可不可以改成四次？可以，就是四次式跟三次啊？对吧？可以推荐这个，可以再加一个三次。可以，但它就是相对应到某一个，你又做二次的扩增，又做三次的扩增，所以要连续打，就是二次。这边这个就随便你设计了嘛，这个就很好设计啦，对不对？你想要设计成什么样子都可以的嘛，这样可以了解吗？好，好，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要解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时候，我们要画出那条线，我们是不是就还是得找出 W 跟 B？ 因为你没有 W 跟 B， 你没有办法画出线嘛。啊，不然你现在要画出一个方程式，你没有系数，你怎么画方程？你怎么画线？没有系数不能画线嘛，对不对？这个可以同意吗？好，那我们要怎么画？我们要怎么找系数？找系数的方法之前有教过，因为 W 跟 W 就等于这个式子嘛 ，W 就等于这个式子，所以你有拉格朗日乘数，你有 Y 跟 X， 你就可以求出 W 嘛，对不对？那 B 呢 ？B 这个我们上节课有推导过啦 ，B 在这里 ，B 在这里嘛 ，B 在这里，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必须，因为 B 必须满足这个式子，对不对？啊，你有 W 有 X 有 B， 所以你可以写出这个方程式嘛，对不对？可是这边是大于等于，大于等于你不能求嘛，所以你要找等于的。啊，等于的什么是等于？曲线上的。哎，哇，你学的真快。加分。好，加一分可以啊。对。虚线上的点就是虚线上的点就是等于的嘛，对不对？等于就因为虚线就是等于一或等于负一嘛，对不对？虚线上的点就是 support vector 嘛，所以 support vector 就是 alpha 大于零那些点嘛。alpha 在，所以说你在求 b 的时候，只能够。你在求 B 的时候只能够用 alpha 大于零的点，因为这些是 support vector 刚好在虚线上，然后它就会满足这个方程式，这样就可以求解了。好，所以说这就是找到你可以求 W 也可以求 B， 但是你就是得透过这种方法找，你就是得透过这种方法，那你就可以找到 W 跟 B。 好，你这样就可以求到 W 跟 B 嘛。然后因为刚刚的 Z 矩阵总共有六个参数嘛，所以你就有六个东西需要求，这样可以，六个东西再加上 B， 总共六个东西要求。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可以把画图的解，你就可以把它画出来，它割得非常漂亮，对不对？好，可是现在有个问题，你在做求系数的时候，你需要的是维度扩增后的 X， 也就是说我们还是需要先维度扩增后再求解。你仔细看这里，你看我还是需要 Z 啊，我还是需要 Z， 对不对？所以说我刚刚如果我想要用核函数的话，那我求解过程我也要把核函数放进去嘛，对不对？好，那我要怎么放呢？仔细看，我们如果有个新的点 H， 我要怎么求得最终的结果？如果我有这个，我已经有这个东西，我要怎么求得最终的结果？仔细看，我要先求出 W 跟B， 我才能求到最终的结果嘛，对不对？可是 W 怎么来？ W 就等于这个东西啊，所以我如果把它换成矩阵式的话， W 其实本质上就是 alpha 乘以 Y 乘以 TX。 这个圈 X 是按元素相乘，不是矩阵乘法，是按元素相乘，就是直接相对应的一对一乘起来，这两个矩阵直接一，第一个一一乘以一，二二乘以二二，一二乘以一二，然后这两个，对。好，所以 W 其实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B 其实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其实我不一定要算出 W 跟 B， 我可以直接把一个新的点丢进来了以后，我新的点就要乘以 W 嘛，对不对？我新的点乘以 W 加 B 就等于结果嘛。可是其实我不一定要先把 W 跟 B 算出来，我可以直接让新的点和这一坨相乘，
然后再加上这一大坨，得到最终的结果。这样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好处就是，我不用求出 W， 我直接用 support vector 和 support vector 的 y 跟 x， 就是 support vector 的点嘛，然后直接得到结果。然后这里有 h 有 x， 这里是不是就是一个先内积之后的结果？所以我的核函数就可以直接加到这里来。所以我这个我现在叫核函数叫这个符号，所以我在求解的时候我可以先内积再求核函数，对不对？我在求解的时候我也可以先内积再求核函数，这样我就不用做资料扩增了。这件事情很重要哦，这样我就不用做资料扩增了，我可以直接先把内积算完之后，这个内积是什么的内积？我把我新的点跟我之前的 support vector 做内积，新的点是我现在有一个东西要预测啦，我要丢个点，丢一个数据，新的数据丢给他要预测嘛，然后我要先跟本来的 support vector 做内积，内积完了之后再经过核函数，经过核函数了之后再去乘以拉格朗日乘数和 y， 那得到的结果，这样我是不是就不用求系数了？我整个求系数的过程，我变成我要求新的点的预测结果，我本来是要先资料扩增然后乘上系数得到结果，现在变成新的点先跟本来 support vector 做内积，内积完了之后经过核函数得到结果，要经过内积结果才能用，对，因为核函数是要吃一个内积完之后的结果，大家有听懂我的讲法吗？本来的做法是资料先扩增乘上资料扩增后的系数得到结果，系数不知道，现在因为系数不知道，所以我可以先内积 support vector， 先跟 support vector 内积，跟 support vector 内积之后再经过核函数，最后就是得到结果，就得到结果了，这样可以吗？可以。所以方法不太一样，这样子是不是我再也不需我一个新的点进来以后我再也不用求系数了，新的点进来之后完全都是先跟 support vector 比较，比较完了之后经过核函数结果就出来，所以这样知道为什么整套方程式叫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吗？你会发现新的点进来之后根本就没有系数，就是去找现有的 support vector 跟它内积，内积就是一个比较的过程，比较完之后经过核函数答案就出来。那如果那个核函数是线性函数呢，那就根本不用经过核函数，答案就出来了。所以线性 support vector 如果用这种概念来求解的话，就变成直接跟 support vector 内积，答案就出来了。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所以知道为什么要找 support vector 了吧？知道为什么这个方程式、这个 algorithm 就叫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因为所有新的点都是去跟旧的 support vector 比较。比较完之后就决定了它的位置，然后所以要带到核函数，需要带到核函数的是新的点跟旧的 support vector 的内积，对，没有错。所以你的 support vector machine 里面存下来的不是系数，存下来的是 support vector 有哪些，那些不是 support vector 的代表什么意思？代表它远离虚线，远离虚线有没有它就不重要，因为画虚线的时候跟那些点无关，所以 support vector machine 变成去找出一组 support vector， 而根据这些 support vector 画线，这样你们懂意思了吗？我可以把它想象成这个样子，它变成找出这些点，这个点要画线，要拿这个点画线，要拿这个点画线，要拿这个点画线，总之这些点都不重要了，这些点我要拿来画线，然后接着我就是拿这个点画线，新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就是看看根据这些 support vector 画出来的线有没有落在哪个范围内，就这样子而已。这样听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接着请你重现套件中核函数 support vector 预测的结果。好，我必须跟大家讲一件事，我要大家做个实验，大家复制贴上之后得到的是这个圈，对不对？然后圈跟叉，圈叉就是这个我的那个原来的点，就是我原来的点是这个正的还是负的？好，我现在请大家做这件事情，然后来看着哦，
然后我把这个伽马，我把这个伽马，degree 从二改成三的时候，再看一次，它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完美分割了？它是不是没办法完美分割了？那我把三改成四的时候，它又可以完美分割了。好，请大家稍微试一下，然后五分钟之后，我要问大家这个问题：为什么二跟四可以完美分割，三不行？现在一的话不能完美分割，二的话可以完美分割，三的话不能，四的话又可以了，为什么？好，为什么？好，来，请等一下五分钟之后回答。好，我来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关键在于前面这个二跟三啊，二跟三就是几次方的意思。不可以回答、我刚刚是有讲，我刚刚是说会有那个这个加分吧。好了，加一分好不好？好了，那个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因为你想要画的是圆啊。因为你想要画的是圆，所以你需要一个二次式，你不是需要一个三次式，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所以这个核函数，我用这个例子跟大家讲的意思是，核函数非常重要，是你不要乱搞一通，你要知道你的 x 跟 y 是什么关系，然后你才能设计适当的核函数去 fit 它，这样听懂我意思吗？因为核函数完全等于特征工程。那特征工程那个大家都比较好理解嘛，因为你就是写出一条方程式，就是去描述 x 跟 y 的关系嘛。你把一个小球从国防学院的楼顶丢下去，那它铁定是抛物线嘛，抛物线铁定是二次式嘛，对不对？所以你用一个三次式去 fit 它，那就不会 fit 的好嘛，对不对？所以你变成核函数了以后，你还是要记住这件事情，你要知道原来的 x 跟 y 是什么关系，你才能设计适当的核函数去 fit 它，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这是我们想要强大观念，可是这样遇到了一个问题啊！我们刚刚不是说要扩展到无限多维吗？哪一个无限？对不对？那扩展到无限多维了，我还能管 x 跟 y 到底什么关系吗？我们写得出无限多维的关系是吗？写不出来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现在要介绍一个很厉害的核函数啦。有了这个核函数以后。X 跟 Y 到底是什么关系？那就不重要了，你只需要调参数。你们以后会发现，建立一个人工智慧模型，那就是调着一手好参数，对不对？如何调参数？你调得好 ，performance 可以差到 5%， 对不对？调不好，这个调不好，那你就是 performance 输了人家 5%， 真的会差到 5%。对啊，你的最后 model 的 performance 会差 5%， 你可以想象。就是你只要学习调参数 ，performance 就差 5%。我不知道你们以后有没有办法想象，医师看病人，按你的准确度要比旁边的医师好 5%， 你要付出多少努力啊？调参数，那是你会用 model， 你可以调参数啊。以后你要读很多书，你才会比人家考试分数多5分啊，你对不对？你那个准确度多 5%， 相当于考试分数多5分嘛。对不对？那你调了，你那个念了很多书，你只能多5分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新的核函数。新的核函数长这个样子的，大家仔细看，是长成这个样子。这个函数有个特点，就是有一个这个 exp 自然数一，它是不是一个无穷级数？对。所以它还原回去是一个无穷级数的。因为我们现在设计这个，核函数，我们看起来像是乱设计，实际上它其实是可以从数学上去求导，到底这个核函数对应回去的特征工程是什么特征工程？大家可以有这个概念吗？所以你的核函数里面存在无穷级数，你的原始的特征工程就存在无穷级数。为什么？你可以推过来，为什么不能推回去？一定是可以推回去的嘛，对不对？
数学家当然是我们就不要怀疑数学家了，好不好？所以来，你可以设计一个带有无穷级数的核函数，那你就可以，你推回去原来的地方，就是一个无穷级数的特征工程。好，所以我们用那个核函数，我们来仔细看一下，我们来用核函数。好，可是你要注意哦，现在我们改把那个核函数改掉了以后，注意一下，我们这里给它设了一个 cost 很高， gamma 很高，我们画出来的感变成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好的分。我们看一下这个分割边界有什么特色，一个一个变成一个一个点，对不对？它变成了靠近叉叉的它认为是负一，对不对？这样听懂意思吗？所以这个这样子变成这样子，它像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的概念吗？像，因为它用特征工程决定，它用 support vector 决定你到底正还负，对不对？所以它变成了你有多靠近那些 positive 的 support vector。 现在这样就变，它不是画一条分割线了吗？它变成你有多靠近，对不对？这样听懂它的意思吗？你可以做一些参数的调整，你会发现画出来的线不太一样。你的注意，你可以选择一系列的 gamma 跟 c， 你的 gamma 选的越大， c 选的越大，它就越靠近； c 跟 gamma 选的越小，它就越靠近。这样懂我意思吗？ gamma 是什么呢？ gamma 在这里， gamma 在这里， gamma 代表要放大几倍这个东西， gamma 代表这后面这个数字，因为它平方的显然是个正数嘛，对不对？那 gamma 数字如果很大，exponential 完之后是不是就很大很大？听得懂我意思吗？所以说，当你的 gamma 很大很大的时候，代表是你的资料扩增做了非常非常多维，因为无穷级数，你可以想到这个无穷级数它递减其实非常快。这个无穷级数来四的惊叹号分之一是多少？不要乱喊嘛！四的惊叹号是什么意思？二十四分之一，对嘛？来，好，加分。哎、你先讲出来的。我，你讲六四，是他讲的，我六四，差不多，差不多。说六乘四啊？你们同学真是好。说六乘四，他说六乘四，啊，我说二十四，他也说二十四，所以多加分。你六四的意思真的六乘四吗？六四二十四啊，六四二十四。好好，有道理，有道理。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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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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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讲得很好，好不好？你这样都可以讲下来。好，好，可以可以可以。那你就可以加分，可以吗？我真的觉得实在是你马上想得出来，我是觉得真的很厉害了，好不好？我帮他想。好，好，那所以大家知道 C 跟 Gamma 的关联性了吗？ Gamma 在放大那个无穷级数， Gamma 在放大那个无穷级数，这样可以吗？你如果24分之一，或者是24分之一下一个就变120分之一了嘛，对不对？那递衰减的是不是非常快？所以它看起来像无穷多维，但实际上后面有一些维度它已经几乎不重要了。可是如果你乘一个很大的数字，那些看起来不重要的数又回来了，这样听得懂我意思吗？所以你看起来就是一个超级高维的一个平面。那我看出来它很高。你如果把东西分割成这个样子，它就是一个超高维的平面，割出来的。因为它在超高维之后，本质上 support vector 还是找一个线性分割边界。它会变成一个，那很多切切来切去。只是在一个超高维的线性分割，它回到低维之后，它看起来就会像这个样子。它数学上就有这个特性。为什么？因为在超高在低维空间里面移动一点点，对超高维空间里面它就移动了非常非常远，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你为什么这个看这里看起来它们很接近呢、啊？为什么它已经变成两个不同的分类了？因为它在高维空间移动了超远，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你让它的维度越高，它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种状况是我们想要的吗？不是，不见得是我们想要的。所以你要调参数。这个可能是我们想要的，是不是？这就是它没有那么高维，它比起它还是更高维一点啊，因为它的分割边界还是更曲线一点，对不对？这样懂我意思吗？所以说
我们来在我们下课之前给大家练习一下调个参数好不好，给大家调个参数。好，我这个当然是做功课，然后我直接我这边就不要做练习了，我就直接等一下我先做个总结，然后大家想走就可以走了。那个我看今天很多人是来开账号的嘛，对不对？想走就可以走了。来，我跟大家做一个课程总结，就是今天我们教的知识相机是目前公2012年以前公认最强大的演算法。我刚做了这么多数学推导，你发现它可以扩展到无限多，你应该可以同意这是一个强大的算法。用这个会最高分？会。除了下一节课要教的以外，我告诉你们啊，我一定是，我一定是越后面的教的就越强。好，可是我跟大家讲一件事啊，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后面 Random Forest 做的可能会更好。好，不过，哎，在这是在2012年以前最好。2012年以后发生什么事情？深度学习统治世界。不要，你不要乱讲话。我跟你讲，你讲那么恶心的话是不会加分的哦。我连在我家都看得到你，你太扯，你是回家在哪里看到啊？我没有遇到你。哦，这是你在观测啊，好不好？我是在装。好，来，我跟你讲，那所以上次旁边带着是谁？还有，不好说。哎，不好说。好好，那我们不要剧透，不要剧透太多了。我妈，没关系，反正不关我的事。好。好，来，我跟大家讲，2012年以后，深度学习统治世界。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哦，你这个学期花了很多的时间，学了很多数学，学了很多语法，对不对？其实不是那么多语法，数学倒是学了不少。其实这真的是之前的事情。如果你现在要追求更高的精确度，更高的应用情境，现在到目前为止，你们可以想象 ChatGPT 要怎么写出来吗？绝对不可能是用 support vector machine 算出来的了，好不好？不可能。深度学习它的潜力更是无穷，所以说，如果你们还想学习更进一步的知识的话，你们可能需要上后面深度学习的课。可是直接上你们是不可能学得会的，前面这些基础要够，你们才有可能知道说原来后面还可以这样扩展。好，那我们今天就上课上到这里了，想回家可以回家了。